流行音乐在弦乐团弓与弦的流动下，层层堆叠出韵味和情感。这首蔡依林和陶喆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更是当年邵小玲昏迷时胡志强用来唤醒她的歌。搞怪唱起 rap， 现场充满轻松愉快的气氛。文胜乐团找来前台中市长胡志强，挑选出代表他人生重要时刻的曲目，再由乐团改编演奏。听完一场音乐会，就像听过胡志强的一生。台湾充满了选举消息的时候，我觉得让很多朋友可以多享受音乐，也不要天天都是政治轰炸。讨论了好多次，然后真的把那个市长从小到大都把他挖出来，这样子。两小时的音乐会，九首曲目，从意大利民谣到台语老歌，每一首都是一个故事。台下座无虚席，跟着节奏，时而欢笑，时而沉静，品味一场音乐盛宴。记者戚冠豪、许慧宇报道。